想不想得了吧？七点是用怎么可以不？改怎么样？人家不说话呢，改啥呀？不睡着了怎么着？你不说话呢？咋还没按你就睡着了？改咋样了吧？哎，改怎么样？你说话呀？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好，你说好你就说好。是按摩椅好还是按摩师好？董明问你话都不说的啊？啊，行了，我按一会儿。好，感受一下啊！来，我想要那个杨妈不会来吧？来也不会的啊，放心吧啊！兄弟，来，你先介绍一下这款么么哒按摩椅。好嘞，我们是这个上市品牌的一个子品牌，叫么么哒。么么哒，这款按摩椅呢，最新升级了一个大屏，看到没有？升级大屏啊！升级了一个大屏，所有的功能一目了然，而且它跟我们的王者是一个联合的，包括里边有一些王者的一些经典的动作和一些经典的人物的按摩方式全部都有。这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新按摩椅。哎，杨妈把手机拍这里。手放里面，对，脚有没有按？把脚按一下，脚现在脚现在按，脚的夹紧了脚。这个头部的按摩手啊，不像我的手一样，像我们按摩手一样这样按摩我们的脖子，按摩我们的肩膀，按摩我们的后背，按摩我们的腰，对，按摩的腰，特别是针对杨爸这个腰，按摩好了之后呢，哎，人特别的舒服，那么还能按摩到我们的双腿，能整个手臂包裹起来，分段式的按摩，整个手臂包裹，从上手臂一直到手指尖全部包裹起来。对，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腿也是全气囊包裹式的一个按摩，脚底呢也是进行一个刮痧按摩。这个脚底的按摩呢，我要这个特意的把这个杨爸的这个脚拿起来哈，大家来看一下哈。脚底是这个地方是这样子按的，看到没有？这个脚底呢是这样的刮的，这里是这样的压的，还有这个脚后跟是这样的捏的。只要把脚放在这里面，就像我的手一摸一样，放在这里面，哎呀，太舒服不过了。从头到脚，相当于18个人同时在按摩，相当于啊，不是相当于，相当于18个人同时在按，我的妈嘞，受不受得了？受不受不？你就说了吧，对，你说不好，好，好吧，什么感觉？好，大腿眼，好，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按摩椅去了吗？你问他，来，过来说一下，你们自厂价卖多少钱？啊，6990。6990。是。69999，你可以去看一下么么哒 M560， 它是家用按摩椅款，升级款，跟我们去年买的一样。你可以去官方旗舰店看一下，啊，好吧，券后。3999 M560 的、啊、M560 的，今天再对呀，还有一个，再给大家加一个，这叫什么？颈椎理疗仪，这个399按摩椅，对，按摩椅，颈椎，这个日常卖是399，399，大家知道吧？这个按摩椅啊，我给你们上2000单，今天再想个直播多少钱了？全国上门服啊，什么上门服？售后服务，售后服务，两年保修，终身维修。全国上门服，是，就上门维修，维修上门多少钱了？2000单，2999，上车，砍了1000块，再给大家加个这个啊，加个这个按摩椅，请几位爷们按会儿，惊喜，他总是，你看我爸耍的，惊喜，够了没？够了没？有没有够？不说话就代表没够。好，不够啊，不够，不够，最后再来2分钟。老板，要不要给你放一个柔情的音乐？好吧，老板点头了。好，再来个抽奖是吧？行，兄弟们别急，我一会上舞台，给老板来个柔情的音乐。老爸这个裤子好看啊。这样子吧，你什么时候够了你给我讲啊。修了2000单啊，送货上门的。这个是啊，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去官方旗舰店看一下么么哒的，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砍多少钱。
白卡嘛，对不对？你们放心啊，2999。两个包裹、啊，3-4千的按摩椅，今天我们砍到了2999，真的可以拍一个。两个包裹发货。两个包裹发货。今天给你讲。大哥可以再说点咱们这个特点吗？给你加一个这个。那个，这台按摩椅的功能呢，哈，是一个特别新款的。好了好了，还会好啊。它的所有的功能，从按摩后背的、按摩颈椎的、按摩腰的、按摩腿的、按摩手臂的，所有的功能一应俱全，可以连接蓝牙手机。好，不能说所有是这上面的功能，它所有的功能有啊。行，所以说按摩所有，它是说上面的功能啊。多少单了？1000台了，还有1000台，不急啊，还有1000台。这个真的可以买啊，兄弟，这个不是谁想卖就能卖的。好了，好，可以了，可以了，按好了吧？好，谢谢谢啊！老爸，你睡着了，老爸睡着了。哎，老爸，哎，老爸，哎，对，直播间，直播间。机器有暗轨不？有暗轨不？机器？没听懂，没听明白。贵贵。直播间。好吧，好吧。回家有一些事情，我可以回家说。老妈俩儿子不能要，咋了呀？哎，老妈刚才眼神就是看我能不能打他，这个意思，就不能的。老妈是不会，我妈和我爸关系是非常好的。对啊，那个没事，对对对，挺好的啊。对，你看他们俩多和谐。对，那咱们放首音乐啊。1, 2, 3, go。2999已经非常便宜了，是吗？这是新款，不是老款。不是以前我们卖的那种。不是我去年卖的那个。是基本款。不是基本款，它是有，它是升级的了，不是基本款。基本款是2799。啊，基本款是2799，好吧？我们以前卖的那种基本款是2799，兄弟们，这个日常他们做活动卖是3999啊，两年保修，终身维修，全国上门，送货上门，上门服务，好吧？全国上门服务，7天无理由啊，七天无理由。两个包裹发货啊，啊，挣一个这个。加这个肩部按摩椅，玩大了，没有，哎爸，好，老妈你继续忙吧，谢谢啊，好，按摩师谁找的？你找的？我找的？你找的？我没找。怎么办？买了酸菜米线，很好吃，谢谢兄弟啊，真高。我们那个想挣点纸巾，我给大家说一下。等一下。起来吧。这么卖货啊，没事啊，这个。老妈有话跟我说。你今天得跟老妈说一下，我来卖个东西，把蒙牛的牛奶拿来。我先卖那个来，那个来。老妈想让我把老爸推出去，先推出去。没，别管。兄弟，看啊，好意，上次我卖好意多，是不是卖了快40000单？好意多就是第一次在响个，在出现在直播间，因为好意多从来没有在直播里面出现过，对吧？对。就好意多，他一直不做。他说什么？兄弟，我刚才让老刚才让我爸，我们是一个第一个达人卖的。老妈，你起来！老妈，你出去！老爸。然后你们说那天那个大瓶子太大了，今天你看，又给你们找了好一多小瓶子的。老妈，先出去！老妈，你出去，先出去一会儿。我在直播间待着安全。直播间待着安全。你非得讲出来，你这么呆着，你真是好孩子啊！你真是好孩子啊！